好的，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道教用的符。首先呢是两种，就是我一直最近在练习的这个和这个，名字我就不说了，我不说它是什么符了，就是大家看这个形状，看它的形状，这两个形状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一般说的一笔画完的符就是这种符，这种符是要一笔画完的，中间不能断，中间不能断。